议。破碎。戴安国。在。戴安国。在。王永杰。破碎。王永杰。破碎。当国创办人王永杰，因为为什么会入家？就是因为咧顶年的十月初九，用着行动剑，用着行动剑，甲土水泼咧这个车轮机关顶，安尼泼二十天。今年第二礼拜用火烧这个车轮机，安尼去用看三十天。啊，今年的七月一、七月六号，伊来函两岸合并，叫判五十天。啊，这个中华民国的政府甲你拍，佫袂使你挨。伊咧八月三十一，过来一个函，讲你判你五十天是拄啊好尔，袂使上诉。大家听了有袂爽无？有袂爽无？有袂爽无？所以，囡仔王献金，伊虽然入家，但是是无罪入家。吼，咱即摆来请人，咱各位媒体、各位台湾勇敢的这个拍拼努力的台湾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的播特别伫这个时阵，爱伫遮来表达万岁献给兄感念，嘛是这个中间特别通过上帝开来的帮助，伊伫坐岗的时阵，搁再会当体会上帝的疼，搁再会当经验为着上帝这款的疼，甲对台湾的关心来面对压迫，上帝的疼特别要甲伊三甲同在，嘛感恩所有台湾人民。予台湾成做一个正常化的民主国家，成做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咱作为拍拼努力，上帝拢有看到，上帝要继续祝福。所以这个时，请咱大家作为同心来祈祷，创造这么水、这么美丽的台湾，成做阮共同的母亲，成做养饲阮、培养阮、疼惜阮，予阮看见台湾人民的愿望，支持来的上帝。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疼惜台湾，你疼惜2,300,000的人民，你疼惜阮为着台湾成做一个民主的国家，阮尽忠，阮打拼，阮牺牲，阮受苦，上帝你拢清楚。特别我感谢你，予献给遐甲侪侪台湾的乡亲，伫遮牺牲受苦的过程的中间，予阮搁较确定。上帝你的旨意，上帝你才牵阮的手勇敢向前走。虽然真多时阵为着实现上帝你对台湾的疼，阮想搬家，阮伫坐家的过程的中间，阮要更加肯定上帝你怎样正对阮的帮助，正对阮的扶持，正对阮的祝福。特别阮更加确信，彼个兄伫家路的中间，一定更加体会到。助力无尽的稳定，时时刻刻伫伊的身躯边，正做伊的安慰，正做伊的鼓励，正做伊的祝福。阮侪侪伫这个是三个组织的台湾乡亲，我嘛搁一边在看见，求你予阮伫台湾的政府会当搁较看见，阮的国家的主权，阮对国旗的认同是怎样要搁较看见？上帝你予阮清楚。台湾今仔日的困境，台湾今仔日伫国际社会怎样，予人无看作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？台湾人民伫国家的认同是怎样？伫侪侪遮混乱的中间，毋知要怎样向前行？关注你特别予阮更加欢喜，关注国家的认同，你予阮通过阮的牺牲、阮的受苦，更加放弃台湾人民的觉醒，放弃台湾人民认同台湾。正做阮的国家，我嘛搁一边要告别，阮是台湾国的主人，任何一个国家袂当替阮做任何的决定，只有阮家己来决定台湾向前的脚步。阮要将天父兄仰望上帝，你亲自保守甲带领。阮确信上帝你圣神的鼓励，对这个时特别要甲天父兄三个同在，予伊入家每一日。每一时刻，拢有助你的同在，家己信心的鼓励，你的安慰，介三个同在。通过侪侪阮伫四周围，才会用心，才为着台湾打拼的努力，而且台湾勇士，阮日日为着献灵兄来祈祷，把将伊还未完成的使命，将做阮共同的责任，予阮继续为着台湾
十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来打拼，愿上帝的鼓励在迄个囡仔心中，在阮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予阮勇敢向前，予阮的努力牺牲受苦，真多台湾国家的盼望，真多台湾人民的祝福。我们的祈祷、恳求、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进来先吉祥。各位进来，台湾国的厝人，大家好。三十几年以来，台湾人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，有一点真骄傲的心情，真骄傲的心情，就是台湾人不怕艰苦，勇敢向前行，坚持原则，坚持理想，向前走。啊，今天我们的好朋友宪吉兄，就是坚持原则，坚持理想，向前走。50天算什么？50天算什么？宪吉兄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希望他很健康的回来。谢谢大家。啊，宪吉兄，50天真紧就过去啊！阿扁啊，到即摆已经有用机啊，将近700几天啊，将近要700几天啊。司法办得无办啊，这尼啊明显，这尼啊清楚，所以今日短短50天，宪吉兄。吹气紧加力，压力就过去啊！但是你所凸显的意义，台湾人永远尊重你，台湾人永远肯定你。这个司法，这个国旗啊，伫咧咱家己国内咧大大细项比赛的时阵，啊受到主办单位的制止。啊，我对伊讲，啊，你卖这学生，卖家己啊，旗啊举出来乱，啊乱这个旗啊。既然若拿出来乱，咱放火甲烧烧掉，那有啥物做个大好掉唔对啊？所以放火甲烧甲拄好尔，但是这都非常无公平，办得无办啊尔。所以今日为着带来人去坐这个家，咱大家来做伙，咱来甲迄件加油来好唔好？好。好啊，所以今日迄件啊，啊大家保，大家请你啊，你身体要顾好，爱保重。啊！大家会等你出来，甲你举办一场搁较大的欢迎盛会。并无做好代志，今仔才予献吉兄安尼受尽苦楚，代表台湾人，甲咱阿扁也同款，打起台湾的心志架，坚持行对的路。献吉兄，阮追随你，阮敬爱你。50天，阮大家伫咧外口向坚持的心声等待你。好，倒来建立咱的台湾国。多谢。当初你来台湾的时阵，警察会当烧，警察会当拗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，这个警察无去用判罪。咱台湾人自细汉就去用国民党教讲，啊，这是就神圣的国旗，中华民国国旗神圣不可侵犯。但是主席，咱就看到，只要中国的学生、学者。来到台湾的学校内底，连校长、老师，伊拢把国旗拢收起来。所以咱即马台湾人真正是足错乱的啦。这个旗仔到底是啥物？咱一定要给弄个清楚。今仔日迄间车为着这個，伊打起咱所有台湾人的这个骄傲，伊要甲咱讲，伊嘛要来问。这个国旗到底是不是咱台湾人要爱的一个旗啊？我台湾国的国的旗啊啦！这个国旗若不是，咱是不是爱赶快做伙来找出家己的一个旗啊？咱要一个台湾国，咱也要有台湾国的国旗。所以，委屈黑兵兄了吼，咱各位咱勇敢来打拼，继续来努力，拜托大家，好，谢谢。我是一个律师吼，我家己的宪法还有言论自由这种保护阶段吼。来看这个台湾地方的吼，看呀，现今才50天吼。我想咱现在这一条保障这个言论自由，这个国旗，坦白讲吼，在咱国内有无同款的意见，有人肯定伊，有人真正是无肯定伊。这种是一个政治的态度，啊，甲政治立场，一种思想的一个表达方式。民主国家是一个多元价值的一个国家吼，那么我们讲吼，大家当去尊重无同款的一个表现的方式。佩吉兄用收国旗的方式来表示伊个人的敬意，一贯的一个态度甲立场。这伫民主性质一个国家来，无可能讲这是犯罪。就美国来讲，因的大官嘛是宣告，讲啥物收国旗是违法的法律，这是违宪。所以我硬的讲，我徛伫言论自由、思想无罪，
宪法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的这个角度，的这个迄个基本的一个精神，我来声言，来声言，来宪警兄。啊，宪警兄，这个会做噶，这个嘛引起着真侪讨论，大家好好去思考着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，啊，甲这个国旗啊，三星的这种啊政治态度的不同。哦，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。哦。